接下来我们 来讲解这一个，这个就是利用那个我们手机的定位啊，手机定位的这个功能其实有很多用途了，就是说你做，譬如说你要做导航，哦，你要做导航，或者是说你要做那个跑步的那个计步啊，就是你总共走了多少步啊，都可以用这一个元件来做，它内建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哦，那各位也可以直接去下载这个 APP。哦，那这里的话就是说有两个部分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一个跟我们讲的第一个 APP 相似，我们就不讲了。哦，那再来就是这一个，这一个的话这里是一个地图，这里也是一个地图，但是这两个用途不一样。这个的话就是根据你目前的，等于是说它有一个 component， 就是 sensor 的元件，可以知道你目前的 GPS， 但是你 APP要勾选那个 GPS 的权限，但是你手机的那个什么定位啊也要开启，不然它这个 APP 它就没有办法侦测到你目前的经纬度坐标。那这个经纬度坐标还蛮准的，哦，那再来的这一个的话，这个的话，这个是比较简单，就是目前你的经纬度，然后把你的位置画在这个图上面。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这个 APP 的话就是说根据你目前的经纬度，你可以点这个中油，哦，这一个第一个是全部，第二个是中油，就是各大加油站的，然后它会把这个图画在这一个 Google Map 上面，哦哦，而其他地方都是可以的。好，那再来我们就跟各位解说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哦，那个地图元件的话，哦，各位就直接看扣，因为那个还是有一些技巧，那我们就针对这个 UI 的设计的这个部分来跟各位讲解。各位看一下，哦，我们这里有两个这个 APP 要教的 UI 的重点。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下面有各大厂家的加油站，但是我第一个 button 叫做全部，等于说我点下去不管你是哪一个厂家的加油站都会绘制在这一个图上面。好，那各位看一下，我们就把各个厂家的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 image 的图。好，这个图的话我就是去网络下载下来的，去各个加油站去截他们的 logo。 好，那各位看一下，哦，你这个点下去，你看我们这个搜寻加油站这个 action， 这个就是说你不管点哪一个按钮，不管你是点中油的、台塑的或者是台糖的加油站，它都是跑这一段程式嘛。那我们就去判断，就是说这里有这么多个按钮，我怎么知道你点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我们这个 component 每一个元件里面有一个 tag，你可以储存整数。那我们这里这个是零，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哦，所以各位你看，当它等于零或者是等于一就是中油，零的话就是因为全部嘛，那这样不管是你哪一个加油站我都要把它的图标绘制在上面，哦，那假如是二的话是台塑的，哦，台塑的这里等于零或者是等于二嘛，那它一样会把它绘制在这个图上面。各位可以从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是中油的，像这个是台塑福尔摩沙的加油站，哦，那我们在这个绘制上去的这个图就是我们会存在这个 background 的这个页面，有各个厂家的这个图来绘制上去。那这种做法的话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各位有没有常常看到有一个 APP， 就是说你要算说，哦，从这里到，那个什么高铁距离多远，那是不是要起气，所以你起气的话就可以用这个不同两个图示来标示，哦，绘制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哦，看各位这个部分有没有理解。你看各位这里他们都是放在这个 rectangle 的这个图里面，哦，然后这个英文字就是各个加油站的简称，然后它每个按钮就这个 TAG 的这个属性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些相关的绘制的动作了。那这个 Google 地图的话， 你要放大缩小，我们程式都不用写，你直接滑手两点，点在这里面，两根手指往外拨，它就是放大缩小，我们程式通通不用写，它已经内建那些功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取得目前的经纬度。那取得目前的经纬度的话，就是说它那个元件有一个你经纬柱的 location 的位置改变了，就会去触发。好，那你就把经纬度的数值显示在这个 label 里面，就这里这一段这个经纬度，然后再画那个图把它贴上来。你只要不指定图示的话，它预设就是这个图示，那这个的话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换不同的图，就像我们在这里去点不同的加油站的图上去是一样的。好，那这个你点上去以后，各位你把这个 APP 脚装起来，你点了这个以后啊，它会出现这个加油站的名字，譬如说中油哦，什么加油站这样子。好，那一个的话我们是预存在资料库里面的。好，等一下我们就开扣给各位看一下。好，各位同学，我们就直接来讲这，直接来看这一个的程式码，就是这一个寻找加油站的这个 APP 的。最主要的这就是这两个重点，这一个。拍谁。好，我们就这两个重点就是这一个。好，我们这个页面的设计怎么让多按钮共用一个 event 的事件，然后怎么在这个那个地图那个 Google 的 map 的元件去怎么去标定这个不同的符号。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根据你目前的经纬度来画这个你目前所在位置的图标上去。各位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的程式，那这个跟之前的 APP 类似，我们就不讲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寻找加油站的这个，各位看一下，各位可以比对一下这个，这个按钮，还有这个，这个。那我们就来看我们这些按钮，这些事件跟元件是怎么来配置的。各位，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很简单，就是原来它 Google 提供，就是 Delphi 里面提供的这个 Google 的 Map View、你看这个我们几乎不用做什么事啊，在这里事件都不需要做，那放大缩小也是它自己处理，我们不需要写任何的程式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就是这一个、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一个，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是一个 rectangle 的这一个元件，它的上面又放了一个 image， 然后这个 image 的话，我们去触发这一个事件去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图并不是放在这个 image 的这个元件里面，而是放在这个 rectangle 的这个元件里面。各位可以看一下，我点给各位看一下。其实这个你也可以放两个 image 来做，那我就是故意让它放两个不一样的元件来做。那我们来看，我们这个点下去要去做什么事情。好，你看一下这个，我就是把每，因为我们所有的按键都共用嘛，所以我就先把点下去的那一个
先储存起来在一个整数里面。好，各位你要看哦，我们这里要先把它设成 true， 做完以后再给它设成 false， 这样的话防止使用者多次点击，造成我们程式无法处理。好，这里，那你看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先去我们，我有放，我在这个 data model 里面有放一个资料，就是我们，我把它打开来给各位看，等于是说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料内容都放在这个 data model 里面、哦、这里、这里有所有的加油站的一些相关资料，等于说你点击了以后，它会，这个是它的经纬度，它会根据这个经纬度去标那个点、哦、因为我这个为了教学使用，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理论上这个的话是要放到那个 SQLite 的资料库里面、啊、因为那时候写这个范例是台北的，那时候要做 demo 用，所以我只有抓台北市的加油站，就是大台北地区的加油站，然后就是放在这个 red 里面，台北市总共有76个加油站、哦、你看这个，那我们就是程式的语法，你就是去定义一个 record， 这个 record 里面放到这个 red 里面、哦、这个到时候各位再参考相关的资料、哦、那我们最主要的话就是根据这个low 跟 high 的话，就是说我 red 的第一个第一笔到第二笔到最末笔，那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写零到75？为什么？因为我这样，万一以后要添加的时候啊，我程式不用改啊，我只要去改那个 read 的参数，把那个0到75改成0到99，就变100个加油站，那我程式嘛，我就不用再去改它。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程式的以后方便日后的维护。就是说尽量不要把它写死在里面，能够用变数来取代，或者去判断变数的长度的长短，那我们尽量用这个方式来做、哦、那你看各位，我们这里就可以来看，你看这里0跟1，因为0是2嘛，就是表示是0是这个，就是全部的加油站，然后这个是1、2、3、4、5、6，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你看中游的这一段判断式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要先判断你点击下去的这个变数到底是哪一个按钮按的，那假如是中游的话就是中游的，我们这个换放的这个图会不一样，这个放的这个图去截取下来，这个图会不一样，你看一下这个是中游的图，然后这个是台塑的图，这个图每个加油站会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图藏在哪里呢？我刚才不是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APP 里面，我们都有偷放一个 background 的页面，就是把这些图都放在里面。哦，这是一个方法啦，因为我都比较懒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把它这个图一个图档一个图档用发布在这个 deploy 里面，这也是一个方法。然后你再动态载入。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使用者，譬如说你这个 APK 给你的客户，我把 APK 的附加名改成 .7z 就可以解压缩，你的图就被解出来了、哦、所以也是有它的缺点。那用 Delphi 写的话，最大好处是它全部把所有的图或什么都放到 binary 里面去，即使你把它解出来的话，你也不容易拿到它里面 APP 里面所有的图，那你只要是用 Java 写的就惨了，你所有的图使用者或者是你的竞争厂商可以把它全部解出来像我们有时候会去研究别人的 APP 啊，我知道他是用研究写的图可以全部被解出来，你的资料库假如没有用我们后面要讲的加密，你的 data 也会全部被破光还有更糟的，Java 有反主义的工具可以把它倒回去 source code， 所以说你只要在做一些比较像金融的、啊、或者是资安的、哦、你用 Java 写是风险高一点、啊、对，所以你有一些机制就要先想好，对、哦、所以说 Delphi 就是写企业的开发的东西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可以，这个是题外话，给各位参考一下哦。那看各位看一下，那我们就根据这个 tag 的这个属性啊，你看像这个，我把程式写成这个 sensor and image tag， 这个等于说你不管哪一个按钮按的，我这个就会根据你点击的按钮不一样，它自己会去转译成哦是全部加油站的那个按钮，或者是中油的那个按钮。哦，那我们来看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 event， 不，那个 tag 设定的值真的如你讲的是0123是这样子吗？哦，其实那时候我有想过，那我把它拆成这样一个两个三个，就每个 button 都写一次的，但是哇，那个有很多重复的，写这样好累哦，还有很多变数。哦，那我就想说用这个方法，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化成一个一遍就可以全部处理了。你看各位看一下这个 tag， 你只要元件放上去预设值，你没有去改它，这个值都是零，然后这个是一，哦，各位看一下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哦，其实 这种写法的话，以前我们在写 Windows 程式的话也都是这样写啊，不然不知道要怎么写，这样写最省事啊，对。好，哦，那看各位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就是用程式去做程式码的这些判断，然后利用你的属性带这个值在里面。哦，像我们刚才不是有跟各位介绍这个很多，我看一下这个。这边没有。其实，哦，我现在先点到后面一个这个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 this view 里面，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你看哦，像这个是 this view 嘛，但是这个并不是 head 哦，我并不是把它写成 head， 等于是说我们这个 this view 里面的这个每一个 item， 一样我们可以把类似刚才 tag 的那个方式，把特定的资料值塞到这个元件里面去储存，这样当我点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到底是点的这个37428还是这个37429，就是把它塞到那个 component 的属性里面，对，等于利用它来帮我们储存东西，暂存的储存东西用，跟我们刚才讲解的这个。利用这个 tag 的意思是一样的，看各位这个部分有没有了解。哦，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说取得目前的那个经纬度的那个坐标。哦，这个功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程式码。哦，那我就是故意把页面设定成不同颜色，各位这样切换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哦，有颜色有改变。那我这个颜色的配置的话，就是根据你这个 button 的颜色点下去，这个底色就根据这个来改变。那各位看一下，我们在做程式设计的时候，你看，哦，像这个，这个是地图的 map view 嘛，对不对？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你不要直接把它贴近到旁边。你看它这个在旁边这里有一点空隙，上下也都有一点空隙，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你这样的话，你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比较好。哦，我这里点给各位看，不会贴满边啊，贴边比较不好看。那你就隔一点点东西，一点点距离。那我们之前不是有跟各位介绍有两个图，上下左右的那个边界啊，上靠左靠右的这个。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我点给再给各位复习这两个非常重要。这个，哦，我们那个贴边的，就是来设定这个边界。这个，哦，我们来看是不是如我所讲的这样子？你看哦，这个 map view， 然后我们来看这里，你看我这里都有设。你看，那我们来看这个也是，就设5。这样的话，你地图填上来的时候，因为现在没有套上
线上的地图嘛，所以你这个 map view 的这个就没有办法感觉出来。但是我们只要把 APP 的截图来比对一下，哦，你看一下，这个就有一点边，这样比较好看。哦，你看，包括这个，我们这个在 button 的这个设计，也都是会留一点边这样子，不要紧贴着旁边。对，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地图的目前你的经纬度的坐标。那经纬度的坐标取的话，就是直接使用这一个元件就可以了。这个 local sensor 的这一个，哦，那这里它有触发一个事件。当它移动的时候 ，location change 的时候，这里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来做哪一些事情？就是简报的那个截图，然后最主要的是把这个，把那个图标画上去，这样可以理解吗？对，因为这个的话，假如说你是要做那个，譬如说，哎，你目前所在位置附近有什么小吃的？那你就要用这个 location sensor 的这个 component 来取得经纬度的坐标，那你就可以去把你目前的位置画上去，然后譬如说距离我500公尺有卖烧肉的啊，有卖蚵仔煎的啊，哦，你就可以把它标示上去。那标示上去的话，你图也可以用不一样，那我们就把图，你这里就可以根据是，哦，这个是，小吃的，这个改成咖啡店的图示之类的，你就可以做很多应用的变化。对，好，看这个部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跟我们刚才前几个 APP 提的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尽量使用这个 HList 来做这些你要相对应触发事件的这些东西都写在这个 HList 里面。